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在节点呢33-6，那在这个节点里面呢，我们呢主要是吴淡如在寻找什么人。好，我第一次阅读，然后呢是主要学习目标是让同学去思考自己所追求的大学的爱情生活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上一个节点的时候问了同学很多问题，好，然后也有一些新闻也有介绍孙中兴老师，但是呢我没有给答案。在这个节点里面，我们会利用吴淡如的文章呢也不是为了给答案，是为了要让同学知道一个思考的脉络。好，那首先呢，我想要问同学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爱情之于大学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好，爱情之于大学生活，各位同学，你认为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是什么呢？好，那吴淡如呢他这篇文章呢，你在寻找什么人，他就是用这个方式，用你在寻找什么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爱情在大学生活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人这个题目，其实会让我联想到黄舒骏的未央歌。黄舒骏这个歌词里面，他有想到说，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野美，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童孝贤，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好，那这个为什么要寻找林野美，为什么要寻找童孝贤，我们在上前面谈未央歌的时候呢，有跟同学提过，就是因为呢，林野美跟童孝贤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都是比较纯真的，比较单纯的，比较接近一个不受污染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每个人呢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童孝贤或林野美，就是他是在寻找一种纯真的心灵哈，那这个纯真的心灵跟这个永远呢是结合在一起的。那黄舒骏的未央歌呢，它的确是比较偏向爱情的部分。那我们在爱情里面呢，寻找一种永远，那是什么？就是可以让我们依靠着，相伴着，然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人，或是说不会离开不会离我们而去的。那这样子呢你在寻找这一种永远，就是那在吴淡如的文章里面呢他在说你在寻找什么人，是我们在爱情里面就是这样子寻寻觅觅，就像是前面呢这个黄舒骏你在寻找一种永远一样。那为什么要一直寻找呢？我想某个部分跟我们传统的爱情观有月下老人关系，就是月下老人呢把我们呢跟另外一个人的脚呢用红线呢绑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呢就注定要跟另外一个人呢有所缘分有一个缘分叫缘定三生，我们这个红线绑了以后呢，我们就不会分开，或者是我们就是注定在一起，不论天涯海角我们就是会在一起。所以你在寻找一种永远，就是有这种味道，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找到的那个人就是跟我们绑在一起的红线绑在一起的，好，那我们呢就可以一直在一起。好，那在现代浪漫的爱情观里面，这个是加上西方，我们在前面几周里面我们刚也有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在西方的就是我们虽然所谓的现代爱情观好，然后它是比较浪漫的，这个浪漫呢是听从我们的心，不是听从红线。那我们的心呢，就心动这一刻呢，就证明了我们跟对方呢是有缘在一起的。好，那我们要就是天雷勾动地火，好，这样子心动的一刻。那所以你在寻找一种永远，你在寻找什么人？我们在大学里面，很多人呢是很希望呢自己呢可以遇到自己命中注定的红线绑住的那一段。可是怎么遇到呢？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混淆的觉得那怎么知道是不是呢？靠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或者是你们另外一个人有 feel， 就是要有感觉才能够叫做呢是一起的
好，就是我们是在可以在一起的。那在吴淡如的这篇文章里面呢，在寻找什么人呢？他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大一教，大二翘，大三拉警报，大四没人要。好，当年呢这个话是蛮流行，不过我看现在我的学生们好像不太讲这些话，但是不晓得这样的观念还有没有，就是但是呢我想因为他放在这边呢，我也可以一起跟同学做一下，就是这个思考齁。你们再看一下齁，同学再看一下这个大一教，大二翘，大三拉警报，大四没人要齁。这个说法显示出什么？显示出什么？嘿，你想看，第一个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所以它有一个时间的延展性。齁，它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然后呢大一是教的，大二是翘的。好，然后大三呢就拉警报了，大四没人要了，就是好像呢这个是有一个从教到翘，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进入危险期，然后就整个往下掉，就没人要了。所以这个说法再配合上时间，好，时间的延续性，它呢展现出一个价值观或一个说法或一个价值观，就是意思就是说，在大学生活里面呢，爱情的市场，假设我们有所谓的市场的话，它是随着年纪有身价的差别。好像大一傻傻的，好，很容易就被学长追走。然后大二呢，已经比较知道事情了，可是还是青春年华正盛。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呢，如果再没有人追呢，没有被追到呢，大四就没有人要了。所以他这个说法，我没有说，各位同学请不要误会哦，我这里并不是说他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们只是在谈说有这个传说，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说的，只是各位同学念大学，现在好像我自己是比较没有从我学生那里再听到这个话。好，所以我只是单纯就这个话来做分析，好，就是它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时间的急迫感。好像爱情呢，在大学里面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急迫感的，就是大一的时候呢身价最好，好，到大四的时候呢你就整个就没人要了。所以在大学的爱情里面呢，似乎在这个说法里面似乎呢它是有一个有时间压力的，他必须要在某个时间把自己推销出去，要在某个时间呢有男朋友或有女朋友，不然的话呢就很糟。这个同学不要觉得很好笑哈，其实我也自己都也有遇过，就是比方说同学一开始进来，大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会让同学呢就是写一下他对他自己的期望哈。然后结果他就说他希望呢，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可以交到女朋友。结果一年级结束了以后呢，我又让他呢来写这个写他对这一年的回馈，然后他就写说啊，最大的遗憾就是今年没交到女朋友。好像就是非常的遗憾，就是然后或者是日子过着过着他会说啊，为什么那个人比我差他也有女朋友，那在那个人比我差，为什么他也有男朋友？在大学里面的爱情，好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被限制在说这个框架里面，这个大学的框架，这个时间的框架里面，这个四年以内呢，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而且呢，你放的年纪越大，你好像就越找不到对象哈。但是其实上不是的，因为这样的想法其实就是把大学这个阶段视成当成一个封闭式的爱情环境啊，就是。好像你就是它是一个直线前进的，好像你到了大四，如果你没有了，那你就完全没有，因为接下来你就毕业了。可是事实上人生不是只有大学呀，各位同学，你离开大学之后你离开大学之后呢，也许你的爱情就是在你毕业之后发生的。所以大学只是一个阶段，它并不是完全封闭式的爱情环境，所以你大四没有不代表你毕业以后不会有，这个是不需要有这个时间压力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是需要去思考，就是说如果你在大学里面
你是封闭式的自处，就是说你的生活只有你自己，最多加上你的室友，那你跟别人的互动很少，跟异性的互动少，你就很难跟人家聊天，你很难跟异性聊天的时候呢，你就很难跟人家正常的相处，那这样子呢，没有办法跟人家正常的互动相处的时候呢，在现在的爱情观里面，我们就比较难产生好感，互动的好感，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有可能就是大学的把自己封闭了以后呢，我们比较难有一个理想的爱情。可是呢，我们不需要呢把大学这个阶段呢当成一个封闭式的爱情环境，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啊。如果大四还没有了爱情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就完蛋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像这个吴淡如，他就在他的文章里面有写到这件事情，他就说不需要急，他也是认为不需要急。吴淡如的文章在网络上也是很容易就找到，非常虽然这个文章并不是很深刻，这样讲他会不会打我，我是说他不会很他讲得很浅显，他可能是一个演讲稿或什么的。那所以呢同学读起来应该会很容易。他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像这里我就引用到这一句，他说为什么不用急，因为有时候呢你连自己要寻找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你急什么。对啊，你一直想要找一个，你一直想要找爱情，你一直希望有人可以爱你，可是呢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难道爱你都可以吗？如果爱你都可以，那路边的乞丐来跟你说他很爱你，你就接受吗？你一定是嫌弃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理想的对象的样子。所以与其我们一直在那边难过说我不知道，我都没有人爱，你不如回头问说，那你在寻找怎么样的人，你自己希望遇到怎么样的人，然后你把自己呢做一些改变，让你呢容易遇到那样子的人。好，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这就是创造机会啊。比方说你喜欢你希望呢对方是一个比较，你是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因为你知道你的个性，所以你在寻找一个独立自主又能跟你相处很好的人。那像这样子的人呢就很适合在旅行啊或者是营队社团中得到。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独当一面，他也能够跟大家互动，你可以看到很多他在做事的时候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子的人，那你就很容易去遇到这样子的。可是如果说你希望遇到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可是你每天呢，假使你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啊，或者是你每天都跟你室友在一起啊，或者是你只是上网去交朋友啊，那你又没看到他真实跟人互动的样子，你怎么知道他的个性，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独立自主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真的我们是不是要先回头来，与其一直担心自己在爱情，对不起，在大学里面遇到理想的对象，我们是不是要先回头问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样子的人。好，那对你来说呢当然啦，我还是很喜欢问各位同学希望各位同学仔细的想一想，对你来说呢，在大学的爱情生活里，我讲颠倒，大学的爱情生活里呢，你到底在寻找什么样子的人呢？你想要跟什么样的人为伴呢？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呢，对你来讲呢跟你相伴在大学里面呢，你才会觉得你是比较快乐的。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啊，没有一个人自己生活的快乐，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自己困在两个人的生活里呢？我没有鼓励单身的意思，但是我也是有时候真的很困惑，同学两个人在一起又一直吵架，又一直抱怨对方，那既然要这样两个人很辛苦在一起为什么不回到一个人呢？总之呢，同学不要为了别人说你们应该
要有男朋友要有女朋友，你就去做这件事。你应该回头问自己，爱情跟你的对你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在爱情，在大学的爱情生活里，你的对象，你想要的对象，你到底在寻找什么人？那个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呢，下一个节点呢，会继续来看吴淡如的这一篇文章。好，好，那我们往下个节点前进喽。